甄子丹、钟嘉欣呢日都带埋另一半出席晚宴。丹爷最近同谢霆锋拍紧新戏《怒火》，听讲今次好多对手戏。咁嚟紧仲有好多对手戏啊，大场面啊，都我哋大家都好期待。因为我同霆锋好多年前合作过啦，《龙虎门》。咁啊，之后咁大家都一直都期待再次合作啦。咁所以今次又话拍啊 Benny 陈木胜嘅戏，咁所以大家都喺现场觉得好有 feel， 同埋即系好有默契。我叫佢轻手啲啊，真啊，佢呢排冲得好 fit 啊。佢啊谂住啊，几时可以即系可以重锤咁出击？咁我话你小心啲啊，轻手啲啊，我仲要翻屋企食饭啊。嘉欣话呢次翻香港，老公同女女 Kelly 都玩得好开心，唔知道之后母亲节又会点庆祝呢？我两个小朋友其实而家仲好细啦，最多就系阿女女会每日而家喺加拿大喺香港嘅时候都会攞我张纸，跟住系咁画画，系咁画画咯。跟住就送俾媽媽咯，每日都收到一張卡噶啦，已經。咁到母親節，最多我教佢講就係母親節快樂咁樣，咁就已經好開心噶啦。攬一攬我，錫一錫我，乖乖地肯刷牙，乖乖地肯洗頭，乖乖地食曬啲飯咧，已經係母親節快樂噶啦。